现在告诉你一个重磅消息，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口号征集开始了。和会徽吉祥物一样，口号也是杭州亚运会品牌形象和赛事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展示杭州亚运会理念和中国文化、传播奥林匹克精神的重要载体。我们衷心欢迎海内外所有关心和支持亚运会的人踊跃参与，为杭州亚运会贡献智慧和力量。奖品多多，惊喜多多，入围复评的100套应征方案，其应征人将获得杭州亚组委颁发的获奖证书、亚运纪念品；入围前10的应征方案，其应征人将获得获奖证书、亚运纪念品、奖金2000元和赛事门票2张。最终中选应征方案的应征者将获得获奖证书、亚运纪念品、奖金5000元和开幕式门票2张。如果你通过 H5 应征，一定要保留自己的序号，因为序号和2022有关的人将获得杭州亚运会吉祥物，所有参与者都有机会参加终极大抽奖，10张开幕式门票、10张闭幕式门票、N张赛事门票在等着你。征集投稿采取线上线下2种投稿渠道，应征者可通过杭州亚运会官方网站公布的线上渠道参加征集活动，按要求提交应征作品，也可通过邮寄或面交的方式提交。邮寄提交时，请在信封上注明杭州亚运会口号征集，征集时间1个月，从即日起到10月10日结束，千万别错过哟。2022杭州亚运，发出你的声音。